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第九种的开言，就是菩萨若知影邀请的施主目的是要欺负菩萨，超工要创治恼乱菩萨，并无心意要请，这种情形无接受嘛是无违反的。盖文公若地请者为其闹过，那是怎样请的人是为了欺负恼乱的因果。第十种的开言，情形是请供养的施主平时可能做人不好，所以大众普遍对印象不好，拢嫌伊歹，甚至心中恨伊。如果若接受伊的供养，大众一知影，对误会讲菩萨甲伊同类，安尼对影响着僧团的名声。为了被片面大家忌嫌做考验，所以无接受供养也是不违反的。盖文公若何多人嫌恨心过？多人就是大多数的人，也就是大众嫌恨心，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个施主有嫌恨心，菩萨要护念大多数人的心念，使大家不好再产生嫌恨的念头，所以才无接受供养。若何多人嫌恨心故？第十一种的开言，就是为了未保护僧团的制度。盖文公若何经济？因为僧团大众共住一定有规定和制度，譬如说僧团依照戒律是不能接受别请。什么叫做别请呢？也就是僧团中有很多人，但是施主特别跟他请一个人，也是特别跟他供养一个人，无按照僧团所在的处所，安尼就叫做别请。如果那是接受这种别请，得犯着受别请的戒法。因为有这个原因，为着要护持僧团的制度，所以无接受别请，这是无犯戒的。譬如说寺内面有住众五十人，如果施主来请供养，出家菩萨必须按照上主的规定，大家照顺序轮流去接受供养，不能随便单独接受供养，接受就是受别请。公告者也要提醒各位在家菩萨必须注意，如果要去寺内面供养出家菩萨，必须按照顺序平等供养，不能单独特别供养。因为供养的心若是不平等，得到佛性不相应。如果师父若特别跟你接受，也会害得师父犯受别请的戒法，所以变作不公德。如果在家居士感觉家己的经济能力一摆只会当供养一位出家师父，
安尼都爱照顺序供养，必须爱先请问寺庙一办事人员，看目前是轮到倒一位师父应供，照顺序来供养，安尼才有符合佛的戒律。下面咱把这条戒专门念一遍。六菩萨但愿来请，若至住下，若至寺内，若至义家，若是义释种种众苦，菩萨以千万心不修不妄，是名为幻众的幻，是幻念悟起。不患者，若病，若不力，若狂，若弯处，若堕落恐怖难，若知不修灵璧调伏，下恶自身，若身受请，若修善法，不欲沾秽，唯欲得闻未证有法饶益之机，结果定论。若知请者为起恼故，若何多人嫌恨心故，若何精者。以上就是这条戒的全文。这条戒完全是对出家菩萨来讲的，但是在家菩萨乃当明白这个道理，在发心供养时，假使有以上开言的情形，所以出家菩萨无接受你的供养，你应该生欢喜心，因为那照戒律来做，互相都有利益。在家居士乃当欢喜，或是出家人持戒，也和出家人有同款的功德。因为出家人会当持戒，是因为有你的护持，所以护持出家人持戒，也等于是你持戒。关系供养的问题，在《在家菩萨戒》二十八经戒当中，有三条和供养有关系，在这同齐说明。其中第一条就是二十八经戒当中第九条，受精永不改。什么叫做受精永不？也就是受用出家人专用的东西。因为咱在这条不应用戒里面有讲到若至寺内，在家居士拿去寺庙实在供养出家菩萨，难免对用到出家人的东西，所以在这当齐说明。咱先用简单的白话把第九条受精永不改讲一遍。如果一位在家居士受持菩萨戒了后，去寺庙受用人要供养四弘经的五窟眠床坐椅，安尼就得失意罪，也就是犯菩萨戒的轻戒。戒文讲：六忧不舍，受持戒意，受交替经五苦成者，得失意罪。戒文内面讲交替经，交替这两字是印度梵文
翻译做中文就是四方，东西南北四方。交替经就是四方来的出家人。交替也可以指寺庙来讲。五区是困眠所用的气库，床座就是眠床、坐椅等等。咱来知影，本来寺庙的物件是由寺主布施提供的。如果寺主伫发心布施的时，是指定要供养三宝，指定要供养经。都、就是要予出家人专用的，这原则上在家人未使使用。如果使用，嘛违反施主原来要供经的本意。因此，有的人去到寺庙，不但唔敢坐，嘛唔敢倒落去，甚至连茶嘛唔敢使用，真是非常艰苦。行到后摆都唔敢过去。有一点咱爱了解，现在中国佛教出家众住伫寺内面的情形，含佛在世时，以及现在南传佛教拢无共款。南传佛教的寺庙原则上并无准备人客用的物件。依照概率或在世可能就是安尼，但是中国的寺庙大部分伫建设寺庙时都有分开来设备，不但有出家人专用的疗房甲用物，另外嘛准备有接引技术用的客厅、客房等等。一挂客厅、客房内面的设备，是原来都为着要接引技术合佛来设计，所以施主伫布施时，嘛是发心要提供予要合佛的大众，并无指定要供养经、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家技术那去寺庙时，暂时受用，并无违反。只要卖去用人专门要供养出家人的物件就可以。当然，咱阁爱注意，如果甲寺庙内面施主要提供予大众通去供养的物件，占做家己的，譬如刚搬走搬入去家己的寮房，使别人用未着，未当用。甚至该带回去厝家己用，这就算是犯偷盗寺庙、偷盗大众的偷盗当概。这就唔只是犯这条第九条的受精用不改。这条轻改的用意是教咱在家技术，既然发心被合佛，或是一个觉悟者。所以咱爱学习提起觉性，也就是随时爱有清澈明白的心，什么是咱会使用，什么是不应该用，拢爱清澈明白，袂使糊里糊涂随随便便。这并不是讲出家人真小气，眠床椅啊物件就让用一下嘛，被工人缓解，并不是安尼的意思。咱爱检讨家己的心。如果咱并不是出家人，为什么会去用人要供养出家人的物件来缓解呢？检讨起来，这其中可能有三种的心理。第一，这里面一定有贪心。贪什么呢？贪家己一时方便，一时快活。因为贪着方便，贪快活，所以去寺庙，看到椅啊，都家己去坐；看到眠床，都家己去困；
看破的都家己遐来搞，完全无去弄清楚，这个物件到底是什么人的，到底我是该用啊不该用，何里何度爱用就提来用，这就是第二种的心理，何度无清楚、无明白的心。既然糊涂就是无觉醒，咱去寺庙本来是要学佛，佛是觉悟者，随时拢觉醒明白。佛所在戒律嘛是教咱随时爱提起觉醒清澈心，袂使做糊涂不明不白的代志。物件那也未弄清楚是该用不该用，就袂使随便提来用。唔免讲是人要强征的物件，就是别个在家人的物件，主人那也未应准，嘛袂使随便用啊。各讲一环，这条街的第三种心理，就是无尊重心。因为咱去寺庙，最少应当知影，寺庙毋是阮家啊，物件当然毋是我家己的。既然毋是家己的，就必须爱去请问主人，得到主人允许才会使用。如果拢无先去请问人，家己爱用就用，这就是对人无尊重。无礼敬的心，只有注重我家己的意思，注重我家己的欲望，太慢别人，无把别人放在眼里，这就是五万的烦恼。有这种的心念，就是污染，就会障碍家己佛性的开发。咱来了解咱的佛性本来积聚了福报和智慧，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污染，所以才未当显现出来。咱时常听人讲，去寺庙随便占用三宝的物件会生福，为什么会生福呢？因为咱的本性当中本来有礼敬的美德，本来咱是会当做尊重恭敬人的代志。如果唔肯把礼敬的美德提出来用，偏偏要用傲慢的心，就是家己障碍家己。这个亲像一类的恶魂，当然会把佛性的光明福报拢砸掉了。所以说无去尊重人一定会生福，无恭敬的人就是甘愿做傲慢心的奴隶，和交班白掉了，当然也福报智慧也会白掉了，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而且人既然讲要供养出家僧，咱不但爱尊重出家僧，而且也爱尊重施主供养的本意。人要和出家人的供养，就不是在家人应该享用的福报，那是勉强去受用，就会损自己的福。在日常生活，咱家己观察对当了解，一个未晓尊重人、态度无礼敬的人，咱一般拢未欢迎、无介意。这种人一定会失去真济好的机会甲福报，这都是损福。咱若检讨，咱为什么会反感的心理？得了解佛这界的慈悲，就是要消除咱无好的心理，帮助咱消除恶魂，
使咱的福报智慧光明会当显现出来，并不是讲出家人真小气，物件唔经好在给技术受用，这是咱爱了解的。伫遮附带讲一件代志，以前我在家时，亲近真侪台中电社诶老师，因大部分拢有一种作风，若要去寺庙参访，都会家己带茶水、带便当，唔敢去麻烦寺庙师傅兄弟煮饭互因食，因为要去寺庙。主要是要求佛法，要去修行，并不是要去旅行、大饭店和人招待。因那是要带学生大家去参访，买替大家准备用物，或者请参加的人家己准备好便当、日常用品，唔敢随便带大队人马走去寺庙，惹事动众，违背。佛的本意，让师父每天都浸在厨房里面煮菜和技术吃。有一位老师真谦虚，意思想说，咱也不受多少福报，不通想过算用。因的精神给我真深的印象，这确实是有了解佛法的作风。目前有很多人去寺庙，是要去和师父请吃素食，因为师父煮的菜较好吃。因并不是要去听闻佛法，因若要听闻佛法，颠倒不是去寺庙，安尼敢是真颠倒呢？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慈悲置业花莲中心起建药师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12到13日，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14日礼拜药师宝忏，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这里这位姐姐是特别节能
정서를통과수요일내삼롱갔다가홍담대통과청송수당요일이때가되다롱까지내다디세면덕후요일그땅대롱까지조금마련디홍상대들이동다치보요일들리더라소탈상신상하승양성구요일이어서는이어소탈나더니이제소탈람상하레오상기의공항지이런비로서이삼신남의지들이다다대라들이외국것은외국것은되네들이외국것은되라들이추가롱가또것은지그냥홈리추가你妈是龙哥，那娃子不合适，这样成为了的。人家说他们干的呢，我就是两成为了的。人家说他们干的，我就是中国的，红三姐，你妈去那娃面对面去，变成为了的。人两上那个干的呢，早晚生的，早晚生的呢，红喇嘛。你妈也当大王看着我去早晚说明成为了的这个高升不等于这里红诸葛你妈龙葛大诸葛的高升早晚说初升到那这里的狼娘子里边干的一些狼这个升他们现在狼这人把他们的顶着给做回来的그니들이나들이대일이래들이다지타는통도를야요에상지그가득한게초록으로도래송도는통도를야나들이지미바지파용토그요로찾을까는니가리송디피농송라드니송드몇개리제통을까봐통수습제도봐나봐봐총으로건돌에송송그러니까까봐통수습제도봐나라드니내가사지지고방토크요에내돌을따라드니드니논나드니이제소탈람상신상상하됐으면드니들사지고방토크요에동지늦바지드니상하비용디들동구요에때문에어홍당도통로되니사지고로토크요리되나양대책등이요구요말이들띠사지가좀더피묻이양강의들좀더되니람산축을람을쇼가되니세지삼사지야요리들띠를세지삼세게로벌벌드바드바드다성나사지고방이되려되니그래서좀더피묻이다토르는게같이보여요대회는들이어떤지따라좀더야라내지피문이받지좀더도움을요도움을받지들이서다소통나서남주를받았더니네그타독사지에고마워터가됐던거요대대대는뭐부쉬와인지